三星稍早正式公布了与时装品牌 Tom Brown 联名的 Galaxy Z Fold 5 Tom Brown Edition， 这是自前年 Fold 3之后双方再一次的携手合作。那胖胖呢在第一时间上手的时机，以下能跟大家简单分享。Galaxy Z Fold 5 Tom Brown Edition 的设计灵感源自于 Black Tie 社交场合隆重奢华穿搭，也就是那种比西装再更正式一点，一些高档晚宴会穿的男性礼服。所谓 Black Tie 就是那种礼服上的黑色领带或是黑色蝴蝶结，并且结合具指标性与讲究细节的设计，从远处就能够一眼辨识，外形的存在感非常之高。这次的 Galaxy Z Fold 5 Tom Brown Edition 的外形设计风格比前几代都更为奢华高调，以品牌经典的红白蓝三色条纹为设计主轴，机背玻璃加入了石刻植物纹理，让视觉上看起来更典雅更有温度，触感上呢也不是完全平面，同样是有模拟织布的纹理手感。四周呢则是以黑色亮面边框搭配金色转轴，相机镜头的四周则加入了金色圆环点缀，界面的部分呢也是深度的客制化，包括多个专属的主题桌布，软体 icon 呢也都有专属的客制化设计，点亮萤幕解锁时呢，也会有专属的解锁动画，可说是将品牌的意象融入每一个设计的细节。Galaxy Z Fold 5 Tom Brown Edition 也附带了两款独特设计的皮质保护壳，看起来质感都非常的好，并在边缘加入了 Tom Brown 布标，颇有高级皮件的感觉。S Pen 手写笔呢也是专属的样式，黑色的笔身搭配金色字样，还有专属的皮革保护套。Tom Brown Edition 也包含了专属的 Galaxy Watch 6， 其设计同样结合了 Tom Brown 的各种元素，采用优雅的金色机身，还内建了三款 Tom Brown 特殊表面，侧面呢并刻有 Tom Brown 的标志。表带的部分共配备有两款专属皮革表带，包括黑色立柱纹皮革以及红白蓝三色条纹皮革。同样的配色也可以在25瓦铝充、圆形硬币造型的手表充电器，还有独家的 USB C to C 编织传输线上看到。除了产品本体 ，Galaxy Z Fold 5 Tom Brown Edition 的包装也采用了指标性的 Tom Brown 公司包造型，并同样融合 Black Tie 设计元素，从开箱就可以感受到与一般款式截然不同的奢华仪式感。Galaxy Z Fold 5 Tom Brown Edition 限量版内含 Galaxy Z Fold 5 12+512GB 版一台 ，Galaxy Watch 6 40mm 蓝牙版一支，以及各式的配件。建议售价是新台币99,888，预计9月12号上午10点起呢，在三星商城以及三星微风南山体验馆限量贩售。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次的 Galaxy Z Fold 5 Tom Brown Edition 的设计如何？会心动吗？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。我是刘胖胖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